就刷比较快的，感谢不适合爱情的半坡送的办卡，谢谢支持，谢谢，谢谢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。先刷这边的小鸡，升三级的话，我们找下对面的人马，因为我们人马这种刷子英雄一定要去找他一下的，除非说有机会帮到队友。但如果说能断这种术士的英雄的节奏是最好的，蜘蛛比较挺讨厌这种术士的英雄的，术士英雄一旦刷起来刷我们第二轮野怪，就我们的话就会被压等级。结账是吧，稍等一下，我刚刚忘记看单双了，打完这把帮你们看一下吧，直接进对面野区就可以了，这样升三级是比较快一点的。上路这边我们先不去，先往对面野区走，走对面打野。对面中央带的是一个蓝头的，他没有带雷霆，也没有带黑暗收割，推不过我们家中路。我们往这边给个野。好，这波我们不要打这个野怪，我们先往上靠一下。他在打，他在打，我们让他先打就好，等他把 W 交了。他往上在拉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过去就好了，卡斯也过去。先移到天上，这波好细啊，先直接跟他打，这个人马有点猛啊，真的。他这个眼给进去我没看到，他这个眼给进去我没看到，我当时应该给到这个地方就好了，里面有眼的，给我打了个问号。完了，看来我还是不适合嘲讽别的，这叫得意忘形，你们知道吧，得意忘形。我刚才想打字，你看你带崩三路，真的。走到别人脸上看不到，我教你们一下，把这个改成所有的。好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好好的去那个，好好的去打游戏就好了，不要打字，不适合当这种。把和解打一下，哈哥哈哥哈哥 ，Say you my next go， 往中走，我 Q 一下，得走。
把小偷拉一下。往上走就好了，给 E 技能，把他挡 Q。不要！我没红 buff， 我应该把这个人头 K 到就好了。哎呀，我的问题。我刚把那个人头 K 到，这波就杀掉了。我没红 buff， 我当时看到鳄鱼身上有红，我以为那个人头是我的，然后我就 E 上去了，不该追的，没红 buff 追不上的，要就切人，现在可以杀他的。他们有个后期英雄的。这梦可来下路了。他叫闪现了。他要把虫子给打了，我把这个龙买下来。人马在后面，这个人害我，这个人直接放大招就好了。罗安打不出那一下，我应该不用死的。漂亮！这把我刷也跟他一样的，前期的话其实断了他野区的一个节奏了已经，他这把没有刷太多野怪的。把科技打一下，他也来找我，那个中单来找我了。归档他一这个。我们家拉克斯把龙抢到了，可以的，很帅。我们这边怎么挂技个？睡着了这个人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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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他怎么掉线了呀？这把四打五，四打五好难打呀。动了就好，动了就好，好慌啊！没有什么好害怕的。只要能动就可以的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回来之后把巫妖之钩捉一下来。对面人马不是上马 AD 吧？怎么可能？他是上马 AD， 他会给我打问号。我上马那么稀。小猪咬死。他们已经全死，拉一拉线，就能看到提线木偶的舞蹈了。哎呀，这人嘛，怎么不整点节目效果啊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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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坏了，要被嘲讽了。看这个拉屎裤，哎，可以的，他不敢打字了这一波，好 Q， 但是应该先插这个辅助的，别追了别追了别追了，他技能好了，得走得走。我应该找刚刚应该果断一点的，这他妈出魔抗了。还打小龙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走啊，宝贝！一箭双 Q。刚刚我好像不值钱吧？我好像不值钱，我不是终结，还行。鳄鱼来的。这波我浪了，哇塞！
感谢我们皇冠送出的好多的小雪球啊，感谢我们皇冠的支持，谢谢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祝老板长生不老，金枪不倒。完了，礼尚往来了，兄弟们。我想吃那个河蟹的，没遇到河蟹就很夸张。人才三空啊，先刷一下吧，这等级现在跟不上去了，对面人马冲魔看解决不了他了，现在只能打下拉扯。这边鳄鱼太能游了，其实我们这边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鳄鱼这个点老是游走，鳄鱼游了太多波了，他太团结了。再等下周先 Q 了，他还等大招的。Q 小兵，整小兵的这一步，把上面也去进行收一下。这波线要推过去的。叫我打不过人马了已经。这是什么意义啊，还没死，这边死，推，他没有大招的，卡 bug 了。这个回血有点猛啊，我得把这个戒指卖了，然后做个鬼书才行，这边这个回血太厉害了，这边出阵缝的，你看到没有，阵缝可以让他的护盾，然后跟那个回复可以加25%。把下面去精英先收一下，把这个蛋升级一下，这个蛋没升级的。我一技能稍微准一点，这把其实好打的，依不到人，一技能太歪了。拉一拉线就可以把无限木偶的舞蹈。下周你把帽子做一下。要翻峡谷，反正打不了，鳄鱼太肉了。走，走吧，走吧，打不了了。要把这个露露给杀了，这个露露死了就好打了，我去摸奖把这露露摸死就赢了。你他妈没大招的，
减速。想咬我，年轻。让这个盾消失吧。漂亮。Nice， 锁住。走吧走吧，左翼来了。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斗志。我在这边等一下，主爷过来，主爷要过来的。Oh yes！ 哼，加油！大龙。这个龙王的被动还没点满。他没有打大龙还行。好像是我们抢到那个被动。他怎么敢过去啊？他有咬人的。超级回血阵，好多闪现啊！打拉扯，他们好两条腿，能跑多快？他错了，兄弟，尴尬了。哎，不能被抓单了。黄金有 TP 的。我的天哪，这一拳直接打到我大动脉的。这边有那个鳄鱼在的。这个黄七老卖人，我真是服了这个老六了，他为什么不推开呢？我遇到对面人马了，他直接一个大招就好了呀，他一个大招把鳄鱼推开，我必杀的。
这黄金大招要放早一点，他不能放得太晚了，自保护自己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做出牺牲。马上出帽子了，是不是没有帽子？去打大龙，打大龙。走走走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打大龙，走走走，大龙。喂，把蓝线打了吧，这个鱼反正有闪现就咬我，我要注意一下，它咬我我就飞。下周没出峡谷制造者了，我做不了影焰了，得出峡谷制造者撑点血量，影焰肯定不需要了，对面没魔抗的。得小心一点，小心能使万年船，万年船上好使过。为什么这么皮啊，在我面前晃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能遇到你不？凭什么啊你？你不会开了吧？炸一下。脆皮，好疼好疼好疼！推，哇，可以。去追鳄鱼，去追鳄鱼，去追鳄鱼，宝贝，宝贝，去追，宝贝。完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去追，不，走走走走，不去不去不去，他把线给断了，我们去不了了。这个小坏蛋，他去追，他要死的。鳄鱼可能来了，鳄鱼可能来了。走走走走走，不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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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鳄鱼不见了，在线上，我们也追不上了。说实话，你们说是不是的？他这个跑快快跑得太快了，还有风，还有那个什么，这个叫什么装备？小皇冠的。收刮野区。峡谷制造者还差一点钱，600经济，拖吧，拖我峡谷做出来。我将为他们展示。给我吃一点钱吧，我吃点钱。这个人把我野怪打了，刚好这个龙刷新了，我又没钱出装备，
要不去抓个人吧。我十八秒的惩戒了，女妖的话呢没什么用的。我知道是什么潜伏在黑暗之中。等这个人马过来招呼。嗨，小诺诺啊，你好啊，宝贝。哎 ，ADC 被逮，超级回血阵，我直接盯着你 A 你。A 你 Q 你 A 你，我直接活活 A 死你 A 死你，来来，是，还有你小露露跑，喜欢断兵线，他怎么又能跑啊？ E 是真能跑， E 是真能跑啊！你从那边跑到这边。结束。冲啊兄弟们，一波了。小飞龙抢他过来吧，拿下拿下拿下。